開門，吳先生送份禮物嚟俾你啊。哦，哦，啊喺邊度見過？嗯，項羽個頭盔啊，係啊，係項羽個頭盔啊，你哋睇下，韓元帥真係有本事啊，連項羽個頭盔都搶埋翻嚟啊！嘿，咁多年嚟，寡人被项羽嘅欺压，今日你终于可以出翻口冤气啦！元帅而家响边度？寡人要亲自向佢道谢。嚟紧郡守府啦。哎呀，韩元帅，当日寡人听到你烧敖仓，寡人真系心惊肉跳啊！以为你真系兵败如山倒，好在张卿家佢有知人之明，知道你仲有后着嘅。张良惭愧。其实当初只不过推测之言，未料到韩元帅竟然诈败，引项羽出到去平原，再施行战车阵法，如此诱敌之计，实为张某意料之外。得张侯爷此言，韩信嘅心血总算冇白费到。不过微臣就此委去汉王嘅大粮仓，还望汉王恕罪。唉，韩元帅何罪之有啊？呢、这个项羽啊，心思神密。如果你唔系烧敖仓，又点引到佢追你呀？寡人明白噶。那个项羽啊，又话咩以寡敌众，又话咩破釜沉舟啊。我话佢啊，未遇到真正嘅对手啫。如果佢早遇到韩元帅你啊，佢就好似丧家狗咁夹住尾巴走啦。项羽勇猛无匹，微臣不过险胜啫。元帅乜你咁谦啊？唔系突然间杀出个龙锥，项羽早死你嘅战车阵里面啦、啊。韩元帅，你用兵真系古今第一人。韩元帅，今晚寡人为你设宴庆功，务必要不醉无归。谢汉王，汉王，如今项羽身败，暂时无力再战。微臣认为，应该趁呢个时机讨伐众诸侯。不系打败咗项羽就太平噶啦咩？点解连众诸侯都要打埋？微臣收到军情，魏豹蠢蠢欲动，想叛汉自立，专称帝号。哦，那个无谋匹夫只是想浑水摸鱼啫。等寡人发一道核文，教训他一顿，他就不敢乱嚟噶啦。如果各国诸侯都是狼虎之徒，追水一役挫败，他哋纷纷转投项羽。如果汉王想一统天下嘅，一定要将他哋一一剿灭。啊，咁咪血战连场。死好多人噶喎！其实魏豹之流只不过汉风洗礼，不足为患嘅。系咯，就由老臣四出游说，拉拢各诸侯与大汉交好，藉以休养生息，秣马厉兵。到时时机成熟，韩元帅就可以督师挥军直捣彭城，将韩元一一歼灭，此方为上上之策。一消灭咗项羽咧，班诸侯都唔知点算。到其时一定向我哋大汉俯首称臣，咁啊天下大定啦！如果汉王都认为就此可以天下大定嘅，何不派广野军？老夫自出山追随汉王，先后出使70多次，每次都不负王命，功胜而回。其实广野军亦都唔需要咁操劳嘅，你只要广府一个人咁就得噶啦。系边个啊？项羽。微臣刚才。就是想请汉王预备马车，送广野军出使彭城。若然凭佢一张利嘴，就可以讲服项羽投降嘅。咁我韩信，大可以解驾回乡啦。你咁讲，即系要挟汉王，听你嘅主意咯。汉王一向听言立谏，若然广野军能够讲服项羽嘅，汉王一定言听计从噶。汉王，微臣先回军营，与诸将商讨伐魏之事，先行告退。魏豹啊，魏豹，本来是好好地一个人，如今就身首异处。韩元帅使人将燕王壮图带出嚟，交俾汉王发落。韩元帅兵分两路破燕灭赵，点解净系将燕王带嚟荥阳嘅？赵王喺破城嗰日已经唔知走咗去边。啊，走咗都好。壮图，你哋燕国虽然系俾韩元帅所灭。但是当日你我一起起义都总算有结义之情。
寡人唔会亏待你嘅。刘邦，你唔使假惺惺。哎，小心！危炮又系咁，壮徒又系咁，寡人啲老友一个接一个，都不得善终。韩元帅大军已经渡过咗渠水，随时攻打秦国。啊！啲齐人个个骁勇善战，一定会负隅顽抗噶。到时又唔知道会死伤几多人啊！汉王，你何不唔试下化光哥为玉白，等老臣游说齐王言和归汉呢？老夫与齐王素有交情，相信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定可说服佢齐王俯首称臣。到时佢做一个假嘅齐王，而齐地尽归汉王你所有，咁咪得咯？系噃，唔使一兵一卒尽收齐地，韩元帅冇理由唔应承嘅，而且可以借咁样一挫佢嘅锐气。唔使死人梗系好啦。江野君，在。寡人命你黑日出使齐国。臣领旨。禀元帅，城楼上高挂免战牌，仲射嚟一封书函。齐王向本帅求和，读出嚟。系，系港野军力义基所书。港野军话：奉康王之命帅齐，臣已厉害。齐王经已俯首归汉，做个挂名假齐王，并且终生喺咸阳侍汉，还请元帅停止伐齐。呢封书函只系力义基一面之词，汉王并未下命本帅停战，本帅无需遵从。齐王，你要老夫多留几日，就系为咗品尝呢条鱼啊？此乃东海巨口鲈鱼噃。哦，东海距离此处足足有百里之遥喎、啊。所以咧，条鱼一上钓就需用上三匹快马，日夜赶程送嚟临淄。沿途仲要不停用活水饲养，确保鲜味啊嘛！哦，如此说来，老夫真系要好好地品尝啊！嗯，果然鲜美无比，奇美无穷，好，极之上品上品。嗯嗯。港野君，嗯，你慢用，寡人失陪一阵。哦哦哦，好好。系王，呢个何以如此大怒啊？哎呀，寡人要斩啊你！冇，齐王，冇啊冇啊！老夫何时又得罪于你？你杀人都要讲下道理噶。你哋好卑鄙啊！假意派你嚟议和。等寡人解除武备之后，就叫韩信发兵攻城。齐王，当中必有所误会啊！误会，韩信已经攻陷咗寡人两个城池啦。可能韩元帅尚未接到老夫嘅书简。三日前，老城首长已经挂起免战牌，仲亲眼睇住韩信接过书简。老天养眼啊，要你多留几日，就等寡人出咗呢口乌气。老夫全不知情啊，齐王。一来，在，同我拉呢个老匹夫出去烹杀示众。系，韩信你呢个匹夫，老夫做鸡都要到你前将啊！哥爷困难，哎，阿母。哎，寡人害咗你啦！唔好咁，汉王入去休息下先啦，好唔好？害死力先生嘅唔系汉王，系韩信啊！汉王，汉元帅前来接报，接报。臣韩信不辱王命，兴师攻齐，攻陷齐都临淄。斩杀二十万齐兵，
并将齐王枭首示众，以下三百将士各具军功，请汉王论功行赏。唔好讲啦，汉信你个畜生，你害死咗咁多无辜，你够胆叫寡人奖赏你？李先生，对不住，寡人害咗你。汉王，汉王，汉王，汉王。